其实我就是。我有个秘密告诉你。啊？什么秘密？我男朋友向我求婚了。哦。那恭喜你。你要说什么？其实你是什么？其实我认识雷峰侠。是吗？哎，你帮我要张他的签名呗。要他的签名干什么？他个笨蛋。他是笨蛋，你才是笨蛋呢。提前吃我的喜糖吧。文月呢？很简单，你只要拿这本书说句话就够了。跟那哥们儿说一句，你当雷峰侠，就是因为看了这本书。嫂子还挺有性格的嘛。妈妈当榜样，听我一说，妈妈玩高尚。哦，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你放了吗？
妈知道求饶了，你他妈不顶啊，叫你他妈装逼。老大，那是哪班？让兄弟们开心点。我希望你能像我给你取的名字一样，做一个不畏牺牲、为国为民的英雄。就应该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男汉。希望下次我们不曾相见的时候，不要让我。靠近点。英雄，其实我现在心里挺乱的。文月，我有好多话想跟你说。我不是一个能给你幸福的人，但我会永远在你身边保护你。你过一辈子好。在这一刻，我多想告诉他我爱他，但是我不能，因为我的生命是属于国家和人民的。我是谁？我是雷锋侠。